各位师兄师姐，午安吉祥！我来自那个新农站，我是吴玉敏。那我本身当初会接触这个是我们有朋友介绍在这边，然后也听了2、3年才真正的进来接触。然后那时候我肾脏很不 OK，医生说我不住3年5年一定要洗肾，然后我现在已经十几年了。然后是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做功课跟调整很重要。我们把它当成吃饭一样，你要吃饭就每天要做功课，要调整。所以现在我当初我也没有靠很多药物来帮助我，因为我发现说那些药吃了也不见得会好，那我为什么要去吃它？所以我就大部分都会自己做功课，自己调整。然后到现在，我可以把黑白的生活变成彩色的。我今天可以站在这边，我可以出来。那以前是不可能的，每天都是很昏睡呀，然后睡也睡不饱，不能像这样可以出来，真的是很感谢长生学。那我分享就是说，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啊，回到我家，我发现我的猫咪死在地上了，它整身眼睛也不会闭起来了。我特喜欢分享这个，真的太神奇了。他眼睛也闭不起来了，然后整只像摩吉跟格格啊那样。那我就想说，老师说哈，长生学对往生非常有用，可以帮助他往生。那我才想到，好吧，那既然他要往生了，我再把他抱起来，抱了大概10来分钟之后，他活过来，活到现在好好的。哦，你用它，它完全是没反应的，整个就像水这样子抱起来就软绵绵的。它既然抱了10来分钟，它竟然活到现在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养宠物身上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。然后我从学了长生学之后啊，我的宠物从来不用看医生的，一次不用几百块啊，1、2千块这样花都不用。你只要说每天抱抱它，或者说你在旁边做功课，然后它们宠物会在我旁边嘛。你就算不爆发，他们也不会生病。然后最难治的就是那些霉菌之类的啊，在他们身上现在都不会，这真的是非常神奇。所以哈，你一个人学长生学，全家学长生学，对你们全家个人真的是帮助很大。你不用特什么的，特别跟他调整干嘛？只要在你旁边，他们就受益，这是非常神奇的。还有做长生学对你那个急救、止痛止血，超级有效。像我大姐那个手指跟鸡鸡脚断掉，断掉2节，2只手指。然后我就帮她调，那我真的是帮她调。我跟你讲，那完全不用自己动刀，完全不会痛。那好像我同事当时受伤很大的伤口，那个血流不止，后来就要卫生纸就把伤口弄着，然后把那个手这样把它包着。那卫生纸就不用换了，因为它本来在流血。这都是非常的神奇，而且那时候我才上完中级班，还没有上高级班，所以长生学请千万一定要跟周围的亲朋好友请他们来学，急救非常的有用，非常的有用，尤其像中风之类的啊，心脏、心血管疾病啊，非常的有用。因为像我妹夫他当初中风的时候，我妹妹就赶快帮他弄长生学。他进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好了，可以自动下车了，是蛮严重的。当初他已经是也听不到那些东西，都听不到。可是你把他帮他做的时候啊，他无形中慢慢恢复回来，又是轻松什么东西。刚发生意外的当下，是最有用的急救止血止痛。这个我见证很多那个止血止痛，真的非常好用。所以你要孝敬自己，而且啊，最重要的就是说，我们要吃饭。就要做功课，把它当成生活的一部分，这是非常非常的有用。今天我们能接触长生学，真的是我们全辈子真的都是很有福报，真的很有福报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大家请留意。谢谢吴女士。